咱们来看一个位于洛杉矶尔湾市高档封闭社区的独栋别墅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社区里大约有840栋房子，配备了1500万美金的会所，24小时的人工警卫值守。这个大的独栋别墅呢，是4243尺，五个房间，六个卫生间，两车位的标准车库。咱们跟着镜头慢慢来看一下这个宽敞大气的客厅。这个房子的地面已经全部经过升级了，而且配备了包括冰箱在内的顶级的电器。这栋房子目前的售价是183.2万美元，现在呢应该还可以拿到不错的优惠，毕竟是尾盘了。咱们接下来再看位于门口的一间房，这个房子呢是有独立出入的，你可以作为一个书房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卧房来招待朋友。这里呢是位于一楼的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呢是可以直接通到院子里面去的。咱们再来看一下位于二楼的主卧，这里呢就是主卧。这个主卧呢，一个是房间非常的大，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卫生间配备的也很豪华。卫生间里提供了双洗手池、浴缸，还有这种淋浴的系统。咱们跟着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的配置。最后，咱们再来看一下门前的这个街道。这个街道呢，前面是一个封闭式的，所以呢，非常的安静。您有任何购房需求，欢迎来找我。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谢谢您的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